学生宿舍的插盘必须得掐掉电，不掐掉电的话，那家的孩子一夜都睡不着觉，玩手机。现在我们这个学校呢，是要按照大学的标准去建设、去设计的，有做饭的，有使那个吹风机的，大部分都是玩手机，都是打游戏，一夜不睡觉。